一餐那一餐那一餐。可能呢？啊，差完了，都不是那一餐。你的另一个不一定。哦，为什么的字全都会跑掉？哦，那个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那个、我知道他什么，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华，我忘记了。叫什么来着？嗯嗯嗯，好。你知道像柠檬公爵的哎、欸？柠檬公爵谁？那个探险活宝，泡泡。探险活宝的柠檬公爵，你现在去 Google 他。猜到，赶快去 Google 它，直接去查图鉴复制，完全是完全懒得打字。你是什么有救名字吗？有，它有救名字。哪里有救名字的图鉴借一下？你要查救图鉴。索利普真的救，我是打索利普，有没有柠檬公爵很像哦？他叫苏利普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现在叫催眠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柠檬公爵，柠檬公爵，冰爆哦哦哦！有没有壳？哎呦，按错了。是有没有多只合在一起？要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蓝的。哦，我以为背上应该会是个青绿色之类的。之类的。嗯。你会画色尾吗？那多爽啊！又变红了，火焰花！哇塞！哇塞！哦，好！好啊啊，那个、哦、点出来，马上明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你会打错那个二选一。二选一哦，我觉得你会选错、那個。你要哭哭，就像 USB 那个会二选一。哦，这口这谁是叫什么？你在哦。原来那是嘴巴，其实他眼睛是白的。差一秒打出来了，差一点。叮铃，叮铃，好可怕！闪电鸟先。三个哦，都不是。嗯。意不意外，开不开心？不又是他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哦，有了，猜到了。不是。哎、欸，那只叫什么啊？是这个吗？是叫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认不出来他们两只哎，他们两只。好像他进化跟美妞改差不多、啊。就是超像的啊！我永远都认不出来这两只。一个有拳头，一个没拳头吧？没有，一个有拳套，一个没有拳套。哦，有一个有拳套是是，对，拳套不是拳头了，拳头两个都有。哦，进化多了拳套，哦，感觉挺废的。啊、sorry， 废。哦哦，这个好像以前我也有画过，也是很悲剧。怎么又画过？也是有一点小悲剧。你又用有框框，啊、我用那啊，用无框框，无框框，无框框。哦，不是有没有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没连起来，好难连哦。哎、欸，方块其实不好用。不会啊，你就从上往下拉就会连住啦。嗯嗯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啊！这样就知道了吧？啊？你不知道？好难选字哦。好、啊，我怎么会选那个字啊？天啊！好可爱、哦，还有翘哦，还有翘、哦，笑哦，我知道嘛，蒜头青蛙嘛，蒜头青蛙是，是坦克吗？给力！哇，前面有一插了两个炮管，哇，移动式兵器啊，那个蒜头发芽嘛，我知道，我打错了，蒜头插牙圈，插插插，喜欢花花。还真不好画，真不好画，肯定开始猜龙系列了。猜起来，猜起来。欸、他是不画，这是龙哦。
啊，算了，我要照自己意思画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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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哎、欸，都不是。哦，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鸡吧？这是一只鸡吧？不是鸡吧？你在画麦块哦？你在画麦块？竟然猜到了！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有了，有了，机关出来了！哦，这个、哦！你这是当光那个什么金鸡年那种吗？吉祥物啊？他以前真的当过金鸡年吉祥物吧？好像有。哦，不是鸡的哈，哪个啊？你把所有鸟系都猜出来啊！竟然是这个，没有，这只是第一世代而已啦，没有没有。竟然是这个，哇！啊？哦，这个，我看一下哦。要看的哦。对对对。要看的应该是不容易了。哦，这个哈、哦，长得有点，哎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哈 ，this， 真好性感。啊啊啊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哦，那个，是这个吗？啊、耶、啊！是不是？啊！耶、yeah, ，nice！ 看他那性感的发型，跟他性感的嘴唇，八卦神嘛，对不对？八卦谁啊？看他性感的嘴唇，大嘴鸟里面那个八卦神啊，头上不是两个包包？哦、八卦神，是他也很有。不怎么有人猜西方国也有啊。我们聊天是西方国，好难。没错啊，西方国也是那种头啊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是旧名字哦。旧名字，麻烦了。嗯。啊，那个叫什么啦？那个字我记得很难选，对不对？嗯。通常玩宝可梦 Go 都会把它命名成老二、哦。可是我忘记。叫什么？忘记它。那个字怎么选呢、啊？对，是哪一个字啊？嗯，啊，是的啦，对了，哈，你们还记得得哦？哦，我查到了。你叫什么？哦，好，不是。接单。哦，好像哦。好棒哦！我记得，啊，这是另一个啊。哎、欸，大针锋的，你快、啊，你猜一个字哎、欸，猜一个字，猜一个字，你猜一个字，你猜一个字。啊，坤啊，坤啊，坤，那个坤真的是，啊，是铁壳坤哦，好，走，救名字，救名字，走，走，等一下哦，那是叫极冻鸟，哎、欸，你说救名字是不是这个救名字啊？就救名字，就救名字吗？名字不在名字。哎、欸，救名字。这刀。紫色的。刀。就是这个几条尾巴。几条尾巴、嗯？紫色的。该不会是那个家族了吧？哎、欸，变颜色了。啊！耶、yeah!。这个吗、嗯？紫紫的，紫紫的，它就是紫紫的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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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多系列哦。哇啊，那叫什么？哇啊，我那个叫什么忘记了？完了啦，我不知道那个字很难选呐、啊。没有，它字很好选。没有，它字很，它笔画很少。笔画很少。它旧版的笔画很少。哦，是哦。对。新版叫什么？你要讲吗？完全不记得他新版的名字叫很难听啊！打错啊！新版叫魔乳儿，魔乳儿，魔乳儿，魔乳儿。是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字，魔我只会他念，我只会知道叫什么。毛球精华啊！嗯，毛球精华啊啊！雷达，雷达，雷达，好好好，
哈？是剪影吗？哈？哈？我是谁？皮卡丘。哦、oh! ，太快了！哎，有隐身。我猜，我猜另外一个还会跟我说，猜一个字哦，猜一个字。对啊，还流口水。我要玩你是谁？好，我是谁？全，但我全部都黑框框了。神奇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很多很多人，然后可以允许打一个问号。好，我刚刚怎么擦掉哦？蝌蚪。蚊香蝌蚪，不也是蚊香蝌蚪？我是谁？这个谁啊？你才喵哈，全家都喵哈。啊？谁？是不是？就差一个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只差一个字、啊，差一个字有没有？黑黑的我是谁吧？好了，来呀、啊！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。我是谁还蛮好笑的，而且这如果你待会用到物品题，应该会想哭。不行啊，这要怎么画？我不会画了，完蛋了！这个还有一个范围，完蛋了，我不会画它哎。你知道我是谁的话，就全部都要来猜这个。皮卡丘，皮卡丘。我不会画他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你们这样跟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啊？因为你画都一样啊。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画。是、欸、哦。啊？你画完了吗？我不会画了。这字我真的不会。是这个啊、对。我是小阿达。嗯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分错了。也有可能是这个，你多吗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猜你多了，你多哦，蓝色的啦，哦、是蓝色的，哦，拍谁？我抢到尾刀了，我没抢到，可恶！我不知道那只叫，哎、欸，我这两只真的哦，好难分哦、欸。注意啊，很快、啊、来来来来，呀，女生是蓝色的，很快啊，哎、欸，靠腰，哎、欸，怎么变实心的、啊？哦，我看到了。看啊，准备啊！嗯，啊，没有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啊，这样子连一下，连一下，连一下。白痴。OK，OK、okay. okay. 啊。怎么了？是 OK。怎样？有连起来的。有连起来，有连起来。嗯，猜不到吗？不是啦，选字啦。我刚刚是第二个字、哦、找不到。我打到蛋蛋的蛋啊！啊，一直在做字，大家都在选字啊！这个是不是？你看你刚说那个蛋是哪个蛋？是蛋蛋的蛋啊！我刚刚是打蛋蛋的蛋啊！对啊，你那个 Pokemon Go， 你拿蛋蛋去问你那个啊，是那叫什么？他会跟你讲说你的蛋蛋很弱，你的蛋蛋很小，对，你的蛋蛋很小，不适合拿来战斗。好难哦，这个用我是谁真的是看不出来是谁。干嘛？他是谁啊？这个吗？我的哇，好强哦！他的两个特征会重叠，太难了吧？你可以拿白色的笔啊。他从他的特征是右边那一颗。就是哎、欸，这样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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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会跑另外一个组。啊耶！这个可以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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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那那那。哦哦，他叫什么？哦，有，可以可以。小只小只的小只的。我找不到那个字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！是我刚刚打太快，然后中间打了一撇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玩这个超好笑的，聊天室都一堆杰尼撇龟嘛，超好笑的。哇，这个要画的话，变黑色好好笑，我就变黑色超好笑的。我都拜啊啊啊！哎、啊，那叫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怎么猜得到？ Yeah~、哪个啊？猜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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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到。头上那个，头上那个。我说那个哦，
yeah, 太难了吧？ Yeah, yeah, yeah. 可以啊，这个是大魔王，这画最像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像。好。不要说你画完了。哎、欸。哦，什么？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。什么？怎么抢、啊？什么？跟中间那个、啊，中间那个蛮重要的，蛮重要的。中我是看到中间那个就想要那个系列的。哈？没错。